偶像练习生宿舍楼里面最大的一间 VIP 房，这间呢是周瑞、周瑞、钱正浩、蔡徐坤、秦子墨。您的外卖到了。哇！Hello， 打扰了。我们寝室主打是养生，那边有一个炼仙丹的，今天稍微收拾一下。平时他的前面会有很多的那种叫仙丹，拿起来，然后加湿器开着之后，就是那个地方远处就一个人在炼仙丹。炼仙丹，就是他吃很多药啊，然后吃各种药。蔡徐坤吗？啊，对。那要吃多少粒？你有问过他吗？就吃仙丹，他不就是我们不是以量计，我们是以时间长度。时间长，吃多少时间的？啊，对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这样。我们主打养生馆，老年派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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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